小猫咪是怎样用自己的方式照顾我们的呢？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，面对发光的屏幕，而呼伦和小枣他们会毛都蹭到镜头上来，呼伦，来来来，我把键盘立起来好吗？你是不是看我工作太久了，让我来休息一会儿？这样吧，我们让桌子起来一点，休息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坐太久了。做了吗？这台相机已经拍了你好久了，鼻子上一个。我给你们看看呼伦现在在哪儿。Thank you.